粤港澳大湾区，是中国改革开放得风气之先的地方，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、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，蕴藏的发展潜力令世界瞩目。2019年2月18号，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，对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定位、发展目标、空间布局等做了全面规划。当满怀梦想的你遇上新机遇的年代，粤港澳大湾区为你带来很多新机会。梦想可以跨越地域，创意可以超越空间，成就再无界限。时间转瞬即逝，机会亦都一样，机会我不会错过。三龙湾之后，我先真正体会到大湾区机遇。在这里有香港政府支持，佛山政府津贴，提供免费租金，投融对接服务，工商、税务、社保、人才一站式政务服务，同埋商业事务代理，对我哋呢啲创业者仲会有一对一辅导。香港城处于三龙湾高税服务示范区，产业园创科基地林立。加上交通便利，44分钟直达香港。香港的创业青年朋友，我想你们都不会错过啦。在中国的食货市场达到43亿，作为女生的我，在这里真是处处商机啊！除此之外，入住香港城之后，这里的环境充满自然色彩，生活娱乐一应俱全。而且交通非常之便利，屋苑到高铁站只需要8分钟咋，翻屋企都唔使1个钟啊！有啲嚟探我嘅姊妹，依家都成为咗我嘅邻居啦。咁你想唔想成为我嘅邻居呢？住喺呢度只需要46分钟嘅高铁车程。就可以拓展比香港大10倍的市场，比香港拥有更优质的生活，有更优质的生活空间，能够和更多有活力的年轻人成为工作伙伴。住在香港城令我拓展大湾区市场更加方便。我喜欢听黑胶碟，喝红酒，是因为我享受细节所带来的感受。对于居住的环境，我同样有要求。居住的单位不可以少于160平方，4房2厕是基本的要求。门前要有1000亩以上的园林公园，
而且到高铁站的距离亦都不可以超过十分钟。香港城彰显你的个人品味，打造一个尊贵和优质的生活空间。用同一的价钱，我们可以享受更多。好多人都说我很勤力，又要演出又要做生意，为什么我会这么有动力？其实除了工作之外，家居的生活我都很重视的，因为屋企就是我充电的地方。我对家居的要求很高的，要有一个大花园，屋企的环境要生活舒适宽敞，交通要方便，附近又要有购物的地方，最好呢就有埋完善的医疗配套。香港城就正好满足晒所有的要求啦。我过去睇住南山的楼价只有200多万，而家已经5000多万。今日我见到三龙湾的发展，正好就有如过去的南山。广佛香港城得到佛山政府和深圳地铁的支持，咁好的环境有咁强的后盾，我怎会错过啊？